来整理一下弓箭。其实我已经迷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我觉得有点害怕。好。看看哦，完整的好弓有三把。这里有很多强力二的、强力一的、耐久二、耐久一，里面还有一把很强的强力三、击退一。嗯，不管，我们先去付，我觉得直接可以付好的。去吧。看到吗？你那个嘞？哪个？有挖到什么青金石之类的吗？有啊，22个。哎呦喂啊，多一点啊！很努力挖了，多一点啊！有人说用箭矢很奢侈，才不奢侈哎、欸，应该还有一组多啊。而且因为重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后附魔都会附什么无限啊，所以其实箭矢用不到，不值钱啊。我们是什么奢侈的人啊？你每次都把我的箭矢……哎哎哎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会在这里？我刚一回头，忽然有个窟窿，我还想说地上怎么有个骷髅头，吓死谁啊？想说地上有个骷髅头，真是。有岩浆的声音呢。挖一下，挖一下。岩浆附近必有什么？钻！钻石！钻钻钻钻钻！上吧，妈妈，你行李。我来了。好，那要等很久。什么？妈妈火把乱？对哈、哦，刚火把都乱插，我没有插右边。哦，我忘记了，太久没挖过了。哦，当然了。来，这个长得这么丑，就是要把你吃了。这里好暗哦。好打。准备好今天的便当了。便当。喵喵喵喵喵喵喵！妈妈就是肉啊，烤猪肉，烤猪肉。我跟你讲啊，妈妈就是烤猪肉啊。什么？青金石，哎、欸，这边只剩八个了耶，妈妈，只剩八个了。那个摔，嗯，哦。哎、欸，竟然火把都乱插了、欸！火焰的弓啊，跟你们讲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强力式火焰中。哦，妈妈，我这边帮你制作一把神弓，你等下没有弓就可以用它。我不要，一定是。哎、欸，它耐久三呢、欸？耐久三，耐久三多少？最高级了，不得了，完美！你怎么用它都不会坏掉，而且它会火焰，它会烧。对不对？你是什么火焰弓箭手啊？火焰弓箭手，完美完美，好。啊，你刚刚说有三次是不是？哎呀，基本上这样打就180。哎，啊，满了。give 叉 P 是不是？没有哎、欸，怎么给经验啊？补给，我想一下。经验的指令，攻复了经验修补就不行，负无限了。嗯，通过叉 P， 对啊，应该是这样啊。啊 ，tab 没有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查一下，有问题查指令就对了。麦块，哦，经验，指令。哦，先打经验量啦。嗯。哎、欸，打太多了，打太多了。300，有了。任务吃一块生牛排。欸、谢谢，刚帮我赞助的是谁？是哇，他英文，他名字是英文哎、欸。没关系，不字给你慢慢拼，比方说 APPLE 有没有慢慢拼？我就是我会念出来。And叫你拼
他是 Endman 八七 ，Endman Endman， 妈妈 Endman， 你连 Endman 是谁都不知道 ，Endman Endman 啊，摇摇摇，感谢 Endman 八七啊，奈九三中，果然中了，只有奈九三对不对？没错啊，这不就是我们要的吗？啊，他是三次吗？第二次。妈妈，我要那个青金石啊！青金石真的不够了，家里有吗？家里楼上好像有啊，你看一下。嗯，我现在付了两把弓，要准备送给你。我不要两把那三弓啊！当做是圣诞礼物啊！啊！平常妈妈这样的如此的孝敬我们，那我们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，非常非常的感动啊！哦。嗯，所以特别准备了这种，让你让你可以用一整年的弓，对不对？圣诞礼物重点是要什么？实用，让你用一整年。右上角。明年圣诞节再来领，对不对？哦。三级孝子巧克力，火焰弓，击退二火焰。击退二。最后一次了，最后一次了。哎，最后一次就29等，那就去钓个鱼。我想要是想要找路，还是直接往去？哎、欸，三次附魔，嘿，一个强力都没有啊，好惨！怎么那么衰啊？然后，哎呦，还摔倒！这个钓鱼怎么钓啊？怎么那么奇怪啊？嗯，我没有，哥哥。没有木头了，那也加排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二，我都钻石啦！啊有有，可以回家了。有三十个钻了吗？没有，我有14个钻石。14个，哎，好多哦，还蛮猛的。啊，铁嘞，我有140个。一组要37个，好，我可以回家了吧？好，不让回家，把青金石丢掉。啊，你回来啊！我这边送你圣诞礼物。我等一下在哪里？嗯，狗狗，你怎么在这？狗狗早安。我这样掉是对的吧？大家站在半砖上啊。你是怎么了？不会钓鱼哦？那钓都钓好久，上去哎、欸！啊，上面是，等，有什么怪？等等，等等等等，哇，有人说的好好，什么？圣诞礼物，跨年礼物，过年礼物。都准备好给妈妈了，不要。所以你不想要收礼物、喔？我你觉得我的心意根本就只是狗屁，不想要收，不值得一提。没有啊，我收。谢谢妈妈，我就知道妈妈最好了。哎呦呦，30等了，钓一只鱼也这么难，那就钓到什么？哎呀！完全看不出来，我被地板吃掉了，吓了一包。我们蜘蛛丝有点少了耶，蜘蛛丝线啊，你要线干嘛？我做工啊！哎、欸，直接有强力士，这总要了吧？有一把强力士了吗？为什么？附到呢？猛，对，妈妈迷路，对啊，你怎么知道在迷路？哎、欸，强力三，好想上去这兒、喔，啊，就差有没有单纯强力三的啊？no， 不能有别的吗？就不用啊，我这样子合起来其实也可以。那你看那个窟窿那边的箱子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强力二的？你拿去合一下。没关系，我看一下哦。
三十等直接强力三。嗯，我在想说这边就可以把它有没有这样子合上去？我没有火把了。好好好。为什么这里有狗狗就没有鹿啊？是你的狗吗？我不知道。是欸，还吃我的肉。因为你的肉好吃啊。那我仅剩两块，吃了一块。你就你喂他的，还是啰里吧嗦？嗯，哎，在这里吗？哎，莫名其妙要上来了。嗨，耶！这是哪？我也有点迷路了，应该走这里。哎，有，驼。哦，这里好多铁哦。再练个一次啊，感觉快了，感觉快了，快了。嗯，我为什么有人偷偷想射我？喂，我举盾啊，射屁啊你！你怎么都没受伤呢？因为我硬啊。哦。Rockman，哎呦，感谢默默无名的超级留言，直接给经验，哇，谢谢，这样有五次，好的，不是这里，那我们线其实有点缺啊，拿这里的，我听到，我听到了，我听到了，不用。妈妈，史莱姆，史莱姆，真假的生了？对，难得难得，难得。哦，哇哇哇哇哇！哎呦，哎呀，终于有啦，七颗，呵呵。哦哦，哪里？七颗史莱姆球，也下面还没生，有够难生的。吓死人！你看，我就说我们那个真的是会生，只是它就真的很奇怪，很奇怪，就是很傲娇，对啊。而且我们也有书本呢，说不定书本有没有可以直接有个不错的附魔。第八格的东西是什么吗？水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火把。火把可以干嘛？哦哦哦！火把可以干嘛？你都不知道？不是啦，他们叫我历史用火把弄掉就好了。啊！我上来了，你方便的。我也上来啦，我准备再继续附魔啦。所以你要清金石对不对？要。你在等我清金石哦？没有啊，我这边也有啊。那你够啊？够吗？就有你没你，我其实我都可以做到啊！啊，再见，我走了。不要这样嘛，妈妈。哎，看到你了，妈妈，妈妈。啊！感谢你长久以来这样子的帮助我。看我，哦、我在跟你讲话。等一下，我在好，看好。钓竿是钓竿。嗯。所以，妈妈 ，Merry Christmas。嗯。妈妈预祝你这个跨年快乐，迎来2018。嗯，还有什么？哦、没了。我耐久山火焰。没了。啊，没了。我有五次，第一次，感谢默默无名，用这个强力山就可以堆叠上去了啦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。可以。奶山有强力山无限的，你那把强力山是什么？强力山火焰啊！你要强力山火焰还是强力山无限？随便吧，看你啊。对我来说都没有差。